好，牺牲你的两份是这两个哦。好，谢谢。你吃两份哦。可以。你很饿是不是？你先拉出来。哇，那个牛肉厚。他的牛肉是自己用的。他的牛肉是自己用的。厚牛。这个很好吃呢，来吃一口。好香，它应该吃起来都会有炭火的味道，因为它是真的用炭火去用的。很香，我可以吃。你也才点两个，我可以吃两个。哇，这是我的猪五花冻饭，这是冻饭吗？对。哦，这个淡一点，它是温泉蛋，但是我觉得它有点太深了，没关系，吃看看。用酱很好吃，真的假的？嗯，而且完全是炭烤的味道，很香，感觉就是很猛，真的很香。它这样子一碗90块，然后加蛋10块钱，而且它加饭是不用钱的。对，而且其实分量蛮多的。下雨了，哦，好难过哦。